下面进行的是女子13至14岁组200码蛙泳的比赛。李丽斯被分在第五泳道中间银色泳帽，还好前两名。今天是2024年4月4号，我们来参加一年一度 Far Western 短池游泳锦标赛。现在进行的是女子200码蛙泳的预赛。哦，伊丽丝游在第一名，哇，今天信心十足啊！哦，她旁边的泳道第四泳道又追上去了。哦，仍然还是第一。伊丽丝的 underwater 很漂亮哈，加油伊丽丝！伊丽丝第一个转身，哇，遥遥领先，太棒了！这个游法。要打破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伊丽丝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分22秒09，很漂亮。好，快进入最后的50码。今天的预赛目标先进入决赛先。好，加油，伊丽丝！伊丽丝仍然保持在第一名。今天下起了大雨，然后还天气很冷。最后20码，哇，这个 underwater 太漂亮了，准备冲刺了。好，冲刺。1分22秒19。哦，漂亮，伊丽丝，小组第一。太棒了。三道，从上面数第三个水柱。今天是2024年4月5号，我们来参加Far Western春季短池游泳锦标赛。现在进行的是女子13至14岁组200码仰泳的比赛预赛。伊丽丝银色泳帽，从上面数第三个选手。伊丽丝在第二集团军，第四位，属于第四位。好，珍重。伊丽丝个人最好成绩是2分09秒28。好，赛程过半了。Jaden， 伊丽丝，哦，游到第三位了，蛮好的。哦，看样子很像可以超越第二位。看看最后50码，和第二名几乎同时转身。对于第一位的是科宇，他的仰泳非常好。好，伊丽丝跟住跟住，哦，
好像有一点微弱优势，看谁能够第二个到达，准备冲刺了。Good job, Elise. Ladies 13-14, 200-yard IM. In lane 1, McKenna Chung. Lane 2, Francesca Lin. Lane 3, Elise Q.Lane 5, Aaron Griffiths. Lane 6, Violet Water. Lane 7, Lizzie Johnson. Lane 8, Rosa Hoburg. And your top qualifier in lane 4, Tanisha Gupta. Next, we're going to do the women's.二百码，13-14岁组混合泳的比赛，伊丽丝·贝芬在第三泳道，从上面数第三个选手，银色泳帽。这是决赛。哦，伊丽丝戴的是金色泳帽。好，进入了第二个泳姿，仰泳。伊丽丝在今天早晨200混合泳的预赛中游出了2:06.99的个人最好成绩。好，伊丽丝应该位于第三或第四位，马上进入她的强项蛙泳了。好，准备用蛙泳进行冲击前三。伊丽丝处在第四，前三个选手都非常强。今天是2024年4月5号，我们参加 Far Western 2024年春季短池游泳锦标赛，现在进行的是女子13-14岁组200混合泳的决赛。加油，伊丽丝！伊丽丝位于第四。好，离第三只有半个身位的距离。加油，伊丽丝！漂亮！最后5码。好，冲刺！2:06.54，漂亮！又刷新了自己个人最好成绩。